其实哈、我们哈、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有办法一直撑到现在。虽然我们都是账面上的数目字是这样跟你们交代的过去，可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你们有这些用心的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才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继续做的事情。或许我们不是做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就做得好的事情，甚至于学校老师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做的目的就是说，已经是承接到学校老师放弃的学生，我们都在做了。我今天来这边插一下话，是跟大家有些让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协会虽然不是向外面说我们定期会有办什么旅游，或者是办什么欢乐的参会来跟你们大家有个交流，可是我要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有去带小孩子，我会把一些小孩子的成长的状况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其实你们一年捐助了我们这1200块钱，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小朋友遇到都是家庭变故，你们送知道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家庭变故来我们这边。可是家庭变故 的当下，小孩子的心情、小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办法说你家庭的变故就停留在那边的。那现在我分享是说，我不会说我们做了多好的事情，只是说我的分享的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几乎接的也都是小孩子高峰，社会局已经是介入的家庭。所谓的高风险家庭，所谓的高风险家庭就是他在经济上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在课后上家里是没有人在陪伴他的，就是等于是小弟跟我们外地啊，一兄弟兄弟之类的。可是我是觉得说，你们有这样在后面在给我们帮忙，我们默默的有这些能力再去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小孩子就像。这是一个寒假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我们是八点开放那个学生进来，可是那一天很冷，老师7点半就带着那个就来看那个他想要的那个学生有没有来我们这边。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那个小孩子在家，爸爸是欠了一大笔债，他的行为是很偏差的，他是。爸爸就是三不五时就是花三字经的，他在学校跟人家相处的模式不是用三字经，是成天就相处，所以他们老师很不放心。他老师只是单纯的听到他隔壁班的老师说有一个单位可以来，他就真的那一天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冷。我看到那一幕，我真的是，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做很大的事情。可是我们默默正在影响一个小孩子的成长，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后成长会到什么样的状况。可是至少说，我会感觉就是说，我们做的力量很小，可是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真的很大。好，那我现在目前也是接到两个高风险家庭的小孩子，他那个也是中错了一年，妈妈是等于是说。把他们自我封闭起来的，不跟外界的人讲任何事情，甚至是别的学校的老师去介入的时候，那个妈妈是跟他吵架起来的，宁愿小孩子不要去上学，可是也是很无奈的一个家庭啊。有时候是妈妈的一个举动，就是已经是影响到一个小孩子的一生了。但是我们这样带，不是说带的多好，可是至少我去带小孩子，老师跟我讲了一句，他进步了很多，他自己会怎样，他以前不可能做的事情，他自己现在会自己来。因为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不是喜欢分享这些，让你们那个，只是说有时候会看到你们默默的在为我们做事情，
可是有时候好像也没有把这些人家老师的感受或者老师给我的一个很好的回应给你们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们做的付出你们没有去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那一个啦，只是你们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有办法去做到这样。好，那实在是很感谢你们说一年的1200万真的是对我们的那个好。那我们也是很尽力的说小孩子好到需要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是适时的说能够给他们需要最后一个需要要怎么说很需要，其实小孩子要的不多，他最主要就是说有人陪他们好啊。所以我是说长久以来我也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毕竟你们有些是当过妈妈的，如果说你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多陪伴拖出时间可以要来陪伴他们还是怎样的话，这个我们是很欢迎的。因为小孩子真的不要你们说你每天给他50块100块什么不是这样，他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已，有人跟他讲讲话分享他快乐的事，他很讨厌他很悲伤的事情，像我们大人也是都会这样，就算是一个小孩子在他们懵懵懂懂的时候，其实你一个陪伴一个一句话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们，不是真的说不是说你每天都拿多少给他好的吃的啊穿的，其实那个东西没有办法问得到他什么事情那我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很多时间了。其实你们每次来开会单位，我有个很感受，就是说真的就是很不容易啊，大家的心是为这些小孩子在青春期，可是真的说是让你们来匆匆去匆匆，也不知道是我们的协会在做什么或许说你们有真的有多余的时间真的可以来多陪伴他们其实我不要说我不会带小孩子，其实去了你就知道说怎么去慢慢的带，怎么去了解他们，那个才是我是想说那个还是我们真正会去做到的部分那不好意思啊，就是龙总从头跟你们讲那么多，那还是一句话，就是很感谢你们，真的就是有时候你们没有在前线，没有办法接受说老师对我们协会是一个支持，因为我们去协会每次怎样的话，老师总是说一句话，麻烦你回去谢谢你的会长，也谢谢你们大家的帮忙。好，其实说实在的，就是你有说出来，你们大家不知道说，我们协会好像都是做学校的一个很笼统的事情，在那边每天都是做这些事情而已，其实不是，我们真的是在影响孩子的一生。其实他们真的要的不多，其实有空你们真的是可以说过来那边把你们你们当过妈妈的经验或者是什么的经验，大家都可以这样带小孩子，真的你们的经验你们的观念至少是比学生家长的观念是好很多我是觉得是这样跟你们分享这样现在还是希望你们继续帮忙，谢谢谢谢。那个告诫介绍啊，告诫他。